它是我们最温顺的狗，但它却是我们最重要的警犬。它是我们嗅觉最敏锐的搜爆犬，它的极限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搜索到最危险的气味。我是金星，我是嘉善警犬中队的训导员，我是极限劳动者，但今天的主角不是我，是它，我们的搜爆犬可乐。搜爆犬往往是用来搜寻违禁物甚至是炸药这类危险品，在找到可疑物品之后，如果出现吠叫甚至抓挠，可能会引爆危险品，这对工作犬的要求非常高。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让搜爆犬用坐卧的方式进行安静的示警，而可乐正是我们队里服从性最高的警犬。可乐的工作环境和其他工作犬不同，它身处处置危险物品的第一线，每次出警都可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。警犬同队，走。前不久，我和可乐接到一个紧急任务。车在空舱内发现可疑箱包，先期组织听到里面有钟表的声音，怀疑可能含有炸弹。现在周围群众已经疏散完毕，要求你们对可疑箱包进行排查。是。快，上去。经过可乐的排查，还好是虚惊一场。其实我们在现实工作中往往遇到的都是上面的情况，警犬有可能忙碌了一天但依旧一无所获，这对它的打击是很大的。所以为了照顾工作犬的积极性和情绪，我们往往还会人为地设置一些气味点让它找到，帮助它找回自信。虽然炸弹的嫌疑已经排除了，但当天我们并没有放松警惕。为了保障群众的安全，工作了一天的可乐当晚还是和我坚守在车站巡逻到深夜。工作一年以来，我和可乐已经经历这样的场面很多次了，虽然每次都有昏迷的可能，但我和可乐还是会互相鼓励继续走下去。我有极限，我能挑战。我们是极限劳动者可乐和金星，希望大家对工作犬多一些关爱，你们的理解和包容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每个职业每个身份都有它的极限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极限劳动者。我有极限，我能挑战，快和我一起去发现他们吧。这世界很酷。